金链将办理现增，台积电承诺入股，投资金额6亿元或是股权1%。台积电去年合并营收达到7628亿元，年增27%，创下历史新高。礼拜四要举办法说会，董事长张忠谋会亲自出席。外资也聚焦在先进制程以及新 iPhone 的订单比重。